煎西瓜？捡了五个。好。奶奶，我要吃鸡蛋。我们那个鸡蛋皮子裹着我。好。鸡蛋打到里的，加一点点盐了吧，就我就那个和酱油。好。哎呦，看回来了吧？不忙够了，烧哈。还要不要啊？可以啊。好，蛮快。爸，妈妈。咱们干饼还是干的？啊？把对折，对折。哎，对。哎，不错不错。今天的鸡蛋皮好像是要出门了。还最后个高温的，我们就可以搞得起了。谢谢。我来劝你，给我把鸡蛋皮子拿过来。好。好。哎呀。Thank you。嘿嘿。先把干点重要的碗里头了。鸡蛋皮子，好的，好来。我要还把佐料和出来。对，它才匀巧。妈妈，我明天早上还想吃，不过明天要放学了。那以后你每个星期放假，我都给你做得起，好不好？